一般来讲哈，这个现金汇款的应该是消费者最喜欢的方式啦。大概我们这一段期间159座加油站里面哈，我们统计的结果有400万张发票，我们出过大概有100名众哦，有这期间哦，有到这159站加过油啊，只要民众啊，如果在现场受理的话，只要拿自己的储款簿，将自己的银行代号跟账号填入进去，经过受理核准以后，7个工作天以内，啊，就能将现金汇到这个民众的那个户口里面。我相信这个方面是应该是一个最民众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。